在进入城中之后，这里的繁华景象直接是让的见多识广的萧炎都感到极为的震撼。这里的建筑与外面的与众不同，各种很少见的构造，仿佛是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中一样。这样的环境不仅优美，可以到处可见鸟语花香，高山流水可以让人焕然一新。不仅是地上还是上空，都是有着诸多的身影，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涌而去。这些人前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神通阁正在举行的寻宝集会，想必此时去往那里的都是为利奥得到道灵。黄衣老者边走边对着萧炎解释了起来。道灵两字喃喃传出，萧炎想着，这东西真的有那么强大吗？真的能够提升成为万界圣子的几率？萧炎的目光也是瞭望向寻宝集会的地方，那里的人流开始逐渐的越来越多了，汇聚了各大世界来的神奇强者。在这地方必须要低调一些，不然被那些强大的超级神奇盯上可不是什么好事。萧炎大致的浏览了一下四周，然后双眼微微一眯，轻声喃喃道，看来我也要去那个寻宝集会的看看，说不定那里还真的有自己需要的宝物。然后在黄衣老者的带领之下，直神灵城的中心而去。人流不止的大街之上，萧炎缓步行走，由于是清晨的缘故，空气之中带着许些山林特有的湿气扑面而来，下令的人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并且这里的神元之气太过精纯，则是凝聚出了神元之液，只有当神元之气极其浓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自然形成神元之液。如果将这些神元之液吸收的话，自己的实力也能够达到一丝提升。不过五重天位神之后，想要通过神元之气以及神元之液来达到提升效果，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以及大量这样的资源才能够提升自己的修为，但也不保证能够有所突破。在大街的两旁，时不时的传来种种吆喝之声，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放在两旁的商店之中，诸多人流犹如蚂蚁一般不断的在其中穿梭，整个神灵城都是连着一种分外的忙碌与拥挤之感。据说这一次神通阁之主意外的得到了道灵，准备放出去拍卖，价高者的，并且只有财力还不够，还需要足够强大的底蕴。是啊，我也听说了，这次为这道灵而来的有五大超神势力以及无限逼近超神巅峰势力的那二岛都来了，这乾坤岛和天机岛可从来很少出来，这一次竟然为了道灵也出动了一批神奇强者过来。这还不算什么，我可听说了，连那东西南北州的四大超神巅峰势力也都派出神奇强者准备争夺这道灵，为数年后万界圣子争夺战做准备。在经过萧炎身边的几个人惊呼哗然响起，震撼这一次来神灵城的那些超级神奇，个个都是在诸神万界中有头有脸的人物。萧炎走在这川流不息的街上，不断地打量着左右两边的小摊上的物件，刚刚通过自己的神魂力量扫荡，可是并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东西。虽然其中有着极其罕见的宝物，但不适合自己的就算再罕见也没有用。不过萧炎也并没有放弃，这可是神灵城最大的寻宝集会，其中的宝物尽有尽有，多种多样，肯定会有一物应该会适合自己吧。萧炎开始这样的安慰了一下自己。萧炎迈着自己的缓慢步伐，强大的神魂力量依旧不停地释放着。然而在这个时候，萧炎的不远处，一位商贩招呼着来往之人，吆喝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这里有一件极其罕见的稀世珍宝，有市无价，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但是今日我遇特殊的事情急需要用钱，所以只能仍痛割爱的拿出来卖了，就看看有哪位有缘人了对此宝物感兴趣了。萧炎看了看那商贩，然后扫了扫他手里拿的那件宝物，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珠子，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之处，并且在那黑色珠子上还缺了一个口子，使得有些不完美。这种不完美的宝物，就算真的是极其罕见的稀世珍宝，怕也是直接大掉价，甚至更是卖不出价钱。不过走到商贩的跟前看了一眼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稀奇，正准备擦身而过时，他体内的焚老却是突然出声道，小家伙，把这个黑色珠子买下，这可是一件大宝物啊。听到焚老竟然拿要自己买下这颗少了一个口子的黑色珠子，不会是自己听错了吧？见萧炎没有回应，焚老再次出声道，好小子，这真是好东西，虽然他现在缺了一个口子，可是并无大碍，因为这个东西是可认主的，只要被这大宝物认了主，日后你就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了。萧炎微微一愣，还意想不到的惊喜，就这缺了一个口子的黑珠子。焚老，你确定没有搞错？萧炎为了确定焚老没有说错，再次的确认了一下，可是得到的还是焚老那百分百肯定的语气。也罢，焚老的身份本就不简单，既然他觉得这东西不一般，说不定还真的不同寻常。然后萧炎停下脚步，往后退了数步，来到了刚刚路过的那商贩跟前，淡淡的说道，你这东西真的有那么神？稀世珍宝。见到终于有客人过来问自己的这个宝物，那商贩也是面带笑容的热情似火起来，道，这位小兄弟真是好眼力啊，你不要觉得他缺了一个口子，在我无意间将这东西捡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精力无比的充沛，就仿佛自己的生命力变得无比的旺盛，所以断定这黑珠子可不一般。哦，萧炎半信半疑，他实在也看不出这黑珠子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算了，这东西要不是焚老要让自己买下，我真的没有一点兴趣，心里嘀咕了一声，然后直接说道，什么价？看来小兄弟就是这稀世珍宝的有缘人了，既然是有缘人，那么我便打个五折，500万枚神器丹如何？